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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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say 这孩子 say 等爸爸 say 过去妈妈都给你让地了 say 行过来 say say 过来熊哥熊熊让他过来熊哥 come good boy say See, 他刚才偷了一粒吃 Good boy, wait, wait 听爸爸的祷告 天父赞美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一个好的水 我们有新的水了 妈妈想着要好水 想好久了 今天终于给他完成了 很高兴 这样以后大家都有好水喝 连狗狗都有 感谢主 妈妈居然打死一只虫加菜啊加菜不要不要不给他们吃不能加菜啊好吧感谢主我们等一下也要吃饭了祷告奉主耶稣名阿们阿们哎呦你看这口水流的不要摸今天太晚了都八点才吃晚饭主要是没想到会拖这么久他俩都饿坏了那你还要给他套上吗要套上把他带出去把他 John's Creek那边有一家Pet Suite，去看看有没有他的号，去那里退，去那里买，然后给他带上，我们再去吃晚饭。不然他一直咬啊，你知道吗？他也是一直在咬。他有割破吗？你看这两个耳朵都是血，干了吗？这个。但是他咬不到他耳朵啊。他咬不到。对啊。可是他能咬到他自己。那不如他这给他，他就不要带了。 要戴啊，我刚才跟你说，就是他耳朵自己在地上蹭，你看都是血，屁股也是，那脚也是他刚才自己咬的。他就是因为刚剃完，那个毛会扎的，他痒痒的，他会蹭我地上。我一回来看他头上都是血。好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宝贝。那我现在这次戴上吗？你现在那只戴上吧。哦，他这口水好恶心。一二三四六，没办法，就是。 就是得戴上，他头一个星期必须得戴上，不然的话，把自己，他本来指甲也刚剪过，不然指甲都很，他们俩互相拿指甲刨对方。哦，你帮我搔痒，我帮你搔痒 ，good。 所以你看，怎么能放心把它放住？不能放心，这个还得再弄一个，妈妈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 现在八点，再去退吃饭就九点，所以不能现去退，那就吃吧，因为开过去也要。现在八点了，现在去应该还开着的。你要是再晚一点，那是不，要不然我去换吧，然后呢，你跟妈妈先去吃。自我介绍一下，现在你们谁是谁？嗯，你是谁？你是谁呢？嘿嘿。